鸡巴啊！干嘛干嘛？多少？到底怎样做剧？这样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rle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na。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没有订阅的朋友们记得要订阅的小铃铛。叮咚叮咚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很久以前想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 Mona 现在怀孕了嘛，是不是？我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下她的怀孕的一天是什么感觉。然后因为她每天讲很辛苦嘛，因为我看到外国人他们跳芭蕾舞啊，做剧，然后她起一个床，整个人哇，整个人要死要死这样。所以我不懂那个分别呢。华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。不懂，我不懂是不是还在演呢、啊？有在演吗你？有啊，OK， 所以我今天我就会背着这个，这个是重哎，噔噔，就是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会体验一整天，真的重，重，我们量一下，6公斤，那看2点多吧嘞，什么鬼？我已经长了多少 kg 了？而且我的羊水没有算啊。5.9，可是也没有到6公斤吧。可是我从怀孕到现在已经长了差不多有9公斤还是8公斤。可是不关系啊，这个东西。有啊，它是羊水啊，羊水加胎儿。嗨来嗨来，这次我跟你讲，这个六公斤不加心还是够了的。而且有你现在你这个东西，你只是可以体验到我的重而已，不能体验到我的就是这里。开起来开的那种痛，对，因为它现在后期咬过它的就是这里的骨会盆骨会裂开这样的感觉。OK， 他说我不知道了，反正我们就体验一下先。我觉得你很来来来来，有点怕哎。因为我本身自己肚子已经大了，然后他现在是这个西瓜顶着我的那个肚子，感觉有点买小了，这样叫做买小，很痛哎！我现在已经 feel 到我这里很不舒服哦。可以可以 ，OK， 我们现在。所以你等一下，如果你这里很辛苦，我要这样扶着。对对对，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没有牵连锁？因为我东阳扶着。OK， 我们现在穿好衣服就马上出发去产检间。来，哎，你看差几眼，我跟你的。好，小毛。我是真的，哎，差不多啦。哪里有残缘？我的很大个，你懂吗？我也很大。OK OK， 出发出发，我们来不及啊！哇，真的是有那种感觉。所以每次我拿包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走掉，他不要帮我。我那里没有帮你拿。我穿鞋子啊什么的，也是直接走掉的，你没有帮我系鞋带。等一下，我就给你们看我穿鞋子是不需要人家帮忙。我的脚已经肿了，穿不进去。你看穿鞋子，用人家帮忙？你穿就这样穿啊。可是我要试看，如果蹲下来那种 feel 是怎样？蹲下来就真的是要很慢了，要不然因为它是顶着，真的是看不到我的懒觉，看不到嘞，走走走，我是真的重，不是跟你们开玩笑，我们是假的吗？6kg 嘞，可以看可以移动啊，真的是可以看这样移动，大家慢，可以啊。好痛苦啊！跟你们讲，我只是单单从我的家那边来，不中来到 BJ 这里吧，我整个人都已经很不舒服了，更何况是他，要一年。从刚刚来到这边哦，就是那个体验的感觉，就是哦，你会觉得我不懂是不是一样的，就是有东西顶着，就是顶着我的肚子很不舒服。对啊，有时候我们会顶到呼吸会比较困难一点。可是你是皮在外面吗？你是包着吗？可是我是因为这个东西顶着我的肚子啊，好像这样一直这样压着、啊。不一样的不舒服啊。你想跟我讲，还有觉得有时候会顶到他的肺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器官啊会不舒服啊，你懂吗？然后我现在是有一点点也是 feel 到顶到我的肺在这里，肺在这里。所以就是很不舒服，就整个人很不舒服。可是我的是那种下垂，下垂垂到我一站起来，然后我下面就这里好像要断开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现在只是因为我这样拉着嘛，还是顶着，还要不要整个肚子要掉下去啊？然后我一直要这样顶着，顶着又很重哦，我的手，你懂吗？因为还6kg， 很辛苦。
然后我整个人要有一点要崩溃啊，就是。所以为什么孕妇的脾气会那么不好？哇，真的很辛苦哦，就是一直想要吐哎，我那种感觉，还一直压着我整个肚子啊，我觉得我的肚子等一下会被压扁哎。哎呀，才一天吧。OK， 等一下我们进去见医生，看一下医生会怎样。讲神经病啊，这条心。是我来产检。哎呦，你也是。要待整天是吗？是，我要等体验一下体重。我6kg有这个。差不多啊，6kg 是差不多。那如果你跟我讲2kg，就那个是骗人的。没有，6kg。OK， 35周5天的。其实我觉得腰酸背痛。你也腰酸背痛啊？你需要我你剪一下吗？我好辛苦啊。现在我们再看我们35周的宝宝先。OK， 他的铁不够，所以我们就要吊一个点滴，就吊那个铁进去。对，就是进去他的骨髓那一边的，医生是大约是这样解释的。然后这个会比较贵一点点，它本身就是铁，真的是很缺蛮多的。如果没有加的话，会贫血。对，就怕我生产的时候没有血给我流，对，然后我就要输血什么的。对的 ，OK 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吃东西先。我觉得我的肚子要掉出来，它西瓜要断了，我那个。我现在选3年多来，就没有人看我这样的样子。不可以抽烟呢，医生是叫我抽多一点，不然我会不舒服，会不开心。但最重要是给孕妇开心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要属于翘起来的模式，是因为我要用我的脚顶着这个肚子，不然的话还是吊着一直压着我吃不到东西。因为我肚腩很大，我已经把肚腩这样压进去里面了，你懂吗？所以我的肺啊，我的什么东西都很不舒服。现在，我觉得我比较辛苦哎，不是他辛苦哎。没有，我是慢慢的辛苦，所以我现在习惯。也是突然间，我是直接辛苦那种感觉。我不懂，等一下我们整天过后我会怎样啊？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，应该有3-4个小时，累。你怎么干快耶？我很不舒服啊，快点坐。哎呀，这我真的要死了喂！你们说你的孩子？我移去在，哎呦，我这比较舒服哦。我移去旁边。哇，他一直顶着我，整个要死，而且吃饱我肚子又更大，更加辛苦。现在很多时候也是想要把它拿下来，然后我再吃饭啊，再怎么样，然后跟你们一起喝酒啊，然后喝完过后我再放回去。我现在可以至少可以移去旁边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非常够力的地方，就是我要体验那个分泌感，分娩感，就是摸那生孩子那个痛。说还有一个机器的嘛，所以我们那是宫缩的痛，对，我们懂宫缩的痛嘛？宫缩的痛是最痛的啊。这是孩子又是不一样的痛啊。可是宫缩痛是最痛的啊，生孩子的痛他们讲两下半就不出来了。他们讲生孩子的痛是你断多少根肋骨的痛哎。这样还好啦，不很痛哦。我们其他地方等住。OK， 收、so, 是吗？收了。因为什么我会放出来呢？因为我们要去挑战那个东西哦，我也是要拿掉先，然后还要帮我们放那个垫在我们的肚子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已经到了现场，然后进去马上去体验一下。Let's go， 我很紧张嘞，因为好像很痛哎。会很痛吗？真的、啊？它是垫的痛吗？不是、啊。它是肌肉拉扯。肌肉拉扯很痛嘞。我有点紧张，有点冷。通常没有什么人可以顶到10级的，大概是98%。嗯，很好。平均是5到6。OK OK， 这样也没有太难看嘛，大家98%的人一样的。哦。为什么？这个起什么作用？就是给你 feel 到吗？怀孕的 feel。看起来比较像吗？可以摸。1到6级是月经的。对。这个是给你按 stop 的，你随时如果能不要给他，用手机啊。现在多少？现在3级了，现在。用我的吧。现在是0.6而已。0.6而已。如果是12级的话，今天是。啊，有没有？0.6是多少？0.6，一都不到。这是0.6吧？怎么感觉？不是那种麻酥酥的。它不是麻的痛。麻的痛。麻的痛。多少？15%。啊？现在多少？16%。15%是多少？1.6。1.5。你还要到100。喂，我真。
你生孩子的时候可以随便讲。我真的不能，我人家按的吗？他不是痛来的吗？我不懂啊，要讲那个感觉嘞，也不是电的痛，也不是痛。你说啊。说的痛可能我不懂，有点按摩的痛。那不是很舒服？可以就是直接到四吗？我看人家两下半就去二，两下啊。因为他们剪掉了。啊，两级吧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夜间有这样痛吗？丑哎！好厉害，不得了！哎，你看我，真是汗嘞。还是我听了，他就继续三开始回来，还是啊，真的不得了！我有没有觉得我这样垃圾啊？我以为我可以顶到至少六吧，你踹一下吧，是男的吗？他会拉你，然后你整个人会要，哎，要卷在一起那种感觉。所以你们有时候月经痛就会卷啊。等下什么感觉？你要表达你的感觉现在。还没有，这还没有，还没有开始痛。其实偷偷还好。他讲还没有开始是吗？那我的肚子是很给力的感觉。对。可是它后面还会紧，它是喵喵这样，喵喵。现在开始有很痛一下了。我就跟你讲，就是这边你的。哎，几级？2.8。2.8就是我那边很痛。我没有腹肌又出来了。哦，原来我该顶多一下，它就下来了你要深呼吸，你要深呼吸。哇，差这么远。因为生孩子是这样的。我现在差不多是 maximum 了，再来多点我应该就不能了。是，现在是啊。然后要垫回来。还要垫回去。来哟，来哟，手动六。哎，你都去到四了。你把安一下你这边的。按。你现在是三。我这边的三就这样痛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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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，一下子来不可以。哇哇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女孩子可以体验的嘛？给我体验看。不要这样，我真的我不相信你们来月经会这样痛。我真的是不相信你们来月经会这样痛。那这是算是一个运动哎，其实。这么你讲98%可以到5到6，为什么我这个不是98%？真的在忍，你是完全就觉得不行，我就马上要。真的有在忍呢，哎，多一次。你一中他直接，你直接不能了不是、啊？他到4.6，他直接按了。现在多少六啊？这边。哎，不要给他的应该。哦，那你呢？不可以，会死的，会死的。不会死啊，这是很安全的。那你看到这句话一下弹起来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啥？还没有开始了，不能两个力，多少？三不了，我的力臂，去死吧！所以我不能做女孩子，你真的，对不起，我垃圾，我是狗。以后如果你身上有什么病痛哦，你表现得很辛苦很辛苦，其实只有三分之一的，是很痛，痛我真的对我来讲很痛。哟，哦，那好哎，笑死机了，早知道我不用下来了。在车等你就好了。我是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哭的。其中一个，嘴拿手部。不要。我拉手，嘴拿手部。三番两次，两次来。嘴拿手部。妈的！如果这个东西啊，如果是想上一格，留一个100块，你应该会顶到12。是我。两个在拉伸。拉伸哦。你不能丢我们女生的脸啊！我懂是什么感觉啊？还是那种电流的感觉。来月经真的是这种感觉吗？是啊，不是哦。我讲哦，应该不会有这样痛吧？来月经痛不一样。你现在扎了嘞，它没有什么啦，是这样。你痛是前面痛还是背后痛？我是背后表。我是前面痛。哇，我是背后痛哎。我们肚子很敏感，你讲背后痛我还可以忍，因为我自己痛过背后来的嘛。50啊。五十啊。嗯。对了，是的。我阿北，女人是为了那个面子撑下去的。是有痛了的，可是他是在我背后痛哎，这么晚。怀孕的时候背这个，快上啊！算是那个90%的人。七啦。我阿伯。因为我怀疑你们两个是演的。有。他特别逗
痛过。我比你来月经还痛了啊！我来月经比这个痛。是啊，男子不能不粘两汗。罢了嘞，来月经比这个痛啊？对，来月经的痛跟这个痛不一样的，这个是皮肉的痛。嗯，我们月经是那种内部的那种。哎，你可以生六个孩子。七万块。现在多少？九万。九万。你们两个演戏。我没有，我这么演，我肯定要。挑战最高的啊，你明白吗？我那可能会演九哎，你三哎，他女孩子吧，可能是越后面越不痛了噻，不痛啊，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是越后面越不痛哎，是没有粘紧是吗？没有，还是那个电流痛的，没有，真的我是背后比较痛，然后而且它是夹的那一瞬间痛，后面干嘛？我觉得后面哦，它没有这样痛，你懂吗？因为后面我们的肉比较厚，你肚子的肉是薄的，你明白吧？那个九跟三也差很远，它很痛真的。你讲背后痛我能忍，它可是我背后完全没有痛。应该我们三四年是四也没有吗？后面不是啊，我们肚子这里就是肚子痛，所以我们很难忍。然后你三倍我，我是讲肚子痛很难忍，如果背后痛我可以到十四。其实你要试一下，真的没有感觉了。你那个猖狂呀！对吧？我真的就只是蚂蚁在爬，蚂蚁在爬。如果蚂蚁在爬的话，你觉得我会按掉那个东西没？这样就证明就是 Amy 适合生孩子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so 这个东西就是个人的，不是讲我的样子，很能忍痛哦，你就能忍痛。我以为我可以 at least 去到六还是七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也不可能去到十，因为我也老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三就失败了，然后 Ken 四，因为他年轻一点。OK， 所以这个东西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啊，就是我连三我都顶不顺了，可是他们是要到十二，就是你们老婆生孩子是要到十二，不是？十啊，十二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三级都忍不到的东西。可是到时候你是需要忍受到十级，可是问题是 Annie 动的时候，他到九级到十级啊都没有过拉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个人体质的东西。然后金四啊三点九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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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白？就是我们两个男生 try 一轮，两个女生 try 一轮了，然后他可以到四，我可以到三，然后他们两个是痛背后，我们两个是痛前面，然后他可以到十啊，到没有到四啊就脆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很个人啊，这个东西反正最重要的是来体验，就是你老婆来月经的感觉，还有就是生孩子的感觉。可是我们讲。其实是不是月经的感觉，因为这是皮肉痛，月经是里面痛，那种 feel， 嗯，对，就还好咯。所以你们要体验一下你们老婆的痛的话，再不中的话，你们可以来试看这一节 ，OK？ 这样我就要继续背我的 baby， 然后我们就会回家尝试莫娜在家做的东西，很多就是躺在沙发，都躺着啦，自己知道哦。OK， 然后我们去 try 一下，就是躺了很久，然后爬起来那种感觉 ，OK？ Let's go。OK， 现在回到家了，我就不穿外面那一件了。所以莫娜每天在家第一件事情就躺在这里，一模一样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讲你跟我讲不可以这样躺到完，是因为那个肚子会这样压住你，可是你没事这样躺。可是这沙发还会有那个垫子吧？根本就起不来，所以你没事，你要转过来。没有，我试看能不能这样。一个，有点难。哎呀，有时候拉到啊。啊，有时候对 baby 不好啊。OK， 侧面，侧噻，侧过去。哦，你没掉下去哦。还会这样，还有这样的 feel 吗？不会啦，不会掉下去啦，就可能会，你不小心会扯到嘛，就要这样子去。对。哇。然后我们孕晚期的站起来，然后那个下面那边就会压下去，然后这两个胯就很痛，就张开走。不明白，完全不了解你讲的。你的这里会很痛。哦。很痛。因为它已经入坑了。OK OK， 不然我就体验不到这个痛，可是我就只能体验你的这个辛苦了。嗯。现在好很多，因为刚才我们吃饱很不舒服。你吃饱会不舒服吗？以前刚开始的早期的时候会，现在就没有。有点辛苦。嗯。可以，我们试下爬楼梯一下。其实就算没有大肚子，这样爬一楼，我每次都很累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少运动的人。可是现在这样爬哦，会导致到痛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是这边膝盖痛，然后就是腰这边痛。平常是喘不了，不会痛了，可是现在是有那个痛的感觉。那他们讲还有最重要，只要试看穿袜子，拿一双袜子下去穿看。怎么穿不到袜子？你坐着穿不了没？这样坐着就会顶住。
在那些抖音那些男生讲穿不到袜子是假的、啊、很轻松啊，因为我肿所以我很难、嗯、对对对，我如果没有肿的话还可以。其实我很明白，其实他是很辛苦的，其实就是就算我做到这样的动作不代表他是演还是什么东西。然后平躺啊，你们讲反正我就觉得躺下来就很不舒服。所以为什么后期的话孕妇的那个背后会痛，一般孕妇都是侧躺的，很难平躺。如果真的秋宝怀孕，她的孩子应该在里面扶着这样你就好很多。所以我们孕妇只能侧躺，如果你平躺的话，其实宝宝在里面很容易缺氧。哦，是啊，压顶真好。平的吗？我看抖音是这样讲、哦、真的呢，你要侧躺会比较舒服，可是说你侧躺久了你的腰也会酸的，如果你要起来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每次看你起来是很痛，我感觉你。对 ，OK， 这集影片到这里差不多了。我们睡一个半个小时看，然后起来体验一下。其实平常还有就是，我叔是要打扫屋子的吧，家里。可是后来我们不用、啊、所以就还好，就不用体验那个。你试一下擦身体乳哦，要。对。这样就不能。这样就被顶到了，因为我西瓜我没有理它，我硬硬可以这样用力不用紧。可是我们因为你真的是怀在一个宝宝的时候，你就会担心这一个点，你懂吗？你就会全部很小心翼翼，也就是不敢去到啊，你懂吗？就好像你看我可以直接这样不屌它，因为它是西瓜啊。可是我养是 baby 的话，可能我不敢做一下深蹲，不可以直接这样起来，这里会痛。是啊，这里会痛。来，一起做。我完全不想动。10到15次哦，还可以啦，哈哈，那四下嘛，你还15下就不能了。反正就是整个人很累，他怎样？到底外国人怎样去跳这样跳舞？你懂吗？他到底怎样做剧？这样真的还是假的？这种应该是没有怀孕之前就已经是。很爱健身，我懂。可是你怀孕了，整个人你会属于很累的状态，然后你一直被顶到肺，很想要睡觉的状态。对，很想要睡觉，很想什么东西都不要做，想要躺住那一边那种 feel 罢了。就是总结，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累，因为我只是一天嘛。就像我刚才讲哦啊，这个不一样啊，哇比较重啊，什么东西啊。可是其实是我一天罢了，而且我可以随时就是跟他讲，可以翻掉丢掉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觉得妈妈的伟大，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帮你生孩子，然后他要辛苦这10个月，然后包括还要戒掉很多东西，可能有喝酒的人要戒掉喝酒，有抽烟的人要戒掉抽烟，或者是很多东西不能吃，或者是很多东西要很小心吃，或者是后期遇到就是讲糖分过高又要戒这个要戒那个，本来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去过这个孕产期啊，怀孕的过程，然后结果你要被限制太多的东西，导致你的心情也不舒服。然后你又越来越大，它又顶到你的肺，顶到你的肺又顶到你的很多器官，你不是肺吧嘛？其实还有其他的器官，所以它算好是因为它没有孕吐，这是它最我觉得是最 lucky 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孕吐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，它果然是厉害。中国人很想问他，中国人没有孕吐，停滞。OK 啦 ，So 今天的体验其实是要把我打马赛克啊。而且今天的体验基本上都是僵啊，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他尿频很密，就是他一直要起来啊、哦，我要起来又要起来，可能一下子半个小时又要起来了，这个是我看在眼里的，我觉得很累。不要讲怀孕啊，你讲我一个正常人，我本来这样小便这样密，我也是很憋气很辛苦，特别是你还要拖着他去厕所。OK 啦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体验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刚才那个分泌的，就是可能我真的很累，可是。分娩的那个我觉得我很垃圾啦，然后其实讲真的刚才有去看抖音那些东西，我心疼莫娜这一点是因为我觉得我第三集我都过不到，他到时要过12集，其实是有12集不是10集嘛，所以我也是很担心到时讲，可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进去那个产房的，所以我已经做好准备是给你咬了。因为他很喜欢咬人，所以我觉得你那时候应该会想要发泄还是什么东西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我应该没有力气咬你了。对对对，最好是不要来，可以的话就不要来。OK 啦，这样我们就结束掉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